这怪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还是有些人熬不过去啊！爷爷回来了，还带了好多好吃的。那叶老爷子。 师兄，北路师兄，你谁？我陶宽呐，就是因为三宝跟师兄你不打不相识的那个，你不记得了？行啊，看起来比先前顺眼多了，可见是好好练功，没再游手好闲。谢师兄夸奖，当初。 那不是人傻犯浑吗？师傅他们竟然会带你出远门。师傅他老人家说有教无类，而且刚入门的弟子要放在身边多看顾一些。既然你在阳平，那师傅跟师娘呢？之前中州的许多地方受了灾，放人管的人就四处帮忙去了。我留在这儿做些采买，家父也很赞同镇捐之举。师娘说要是能遇上师兄，就转交给你一封信。 拿来，师兄，那我这里的蛊虫，你真以为有什么蛊虫？不，我觉得也是没有的，只不过还想再问一声。行了，好好忙你的事，其他的等情势安稳了再说。师兄保重。 师傅跟师娘他们离开的时候也很匆忙，没交代太多事情。啊！有事吗？你来找我，谢谢大侠。 有事吗？有事吗？ 刚要白天，天有独特风云。夏姑娘醒了，我身体刚恢复，受不得累。 终于能出来透透气了，手艺可好了。有事吗？石榴胭脂，找我有事。生粉，心到货了。你是来找我的？ 两盒上好的，刚到的中华蛋子。家里的菜刀怎么又锈了？果然这里也没什么人知道。又见面了。啊，虽然之前已经听林道长说过。
但亲眼见到你们平安无事，还是很让人高兴。哎，上回那位没跟你一起吗？他和那些怪物战斗时受了点伤，这几天就在家养着了。不过没大碍，百神祭祀的支援来得太及时了。受伤了，那可得好好休息。嘿，那小子要是知道岑姑娘有这么一句，可得乐坏了。啊？看你刚才的样子，是在找什么东西吗？实不相瞒，还是为了那些小祭坛。 皇家跟陆家在财力方面倒是不用太担心，只是常年累月，祭坛的消磨破损之处越来越多，我们不知道要如何才能修缮。昆仑玉真才难觅，重建或是大片修补向来不易。若要维持的久一些，不妨试试少量的青离玉。看来这位也是高人，只是你说的这个东西一听就不是寻常之物，真不知要到哪里去找。我们可以代为留意。 那就太感谢了。反正便宜，旧的不好使了，买版新的呗。听说罗家那位夫人生病过世，你找老朽有什么事？宝贝儿啊，怎么又不肯走了？这里眼看着没事了，但外头可不行。 那些星宫陈衣社的，我看他印老爷子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可惜我可是好不容易，这手艺真是太棒了，能有此等手艺的，定然也是一位绝世美人。锦绣烛龙的斗山包。 你找老朽有什么事？
你找老朽有什么事？ 家里的菜刀怎么又锈了？石榴胭脂，海棠香粉新到货了。你找我有事儿？我等着这边好几天了，给我两盒上好的。你是来找我？谢谢大哥哥。有事吗？ 有事吗？多谢少侠。你找老朽有什么事？ 有事吗？多谢少侠。 有事吗？
前日里在燕林作乱，可不是寻常。有事吗？多谢少侠。 是吗？那边有个人说，他看见了怪物，很多人都迁走了。 有事吗？多谢少侠。
你找老朽有什么事？ 这地方邪乎了，为什么？
找老朽有什么事？你找老朽有什么事？
你找老朽，多谢这位少侠。
Thank you.
这怪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还是用心。新到的胭脂香粉花水。你找老雪，多谢这位少侠。那是玫瑰露吗？好香啊！上回说的青离玉已经有了一些，这么快就找到了。我在这边的事也比想象的顺利，这就能回去安排修缮小祭坛了。多事之秋，的确也是宜早不宜迟。几位仗义，实在感激不尽，那么后会有期。找老朽有什么事？听说罗家那位夫人生病多时，家里的菜刀怎么？石榴胭脂、海棠香粉，你找我有事？我等着石榴胭脂好几天了，给我两盒上好的。有事吗？有事吗？
这种土该是很适合做陶。果然前辈连制陶也是懂的。有心去做倒不会太难。雷祖喜欢熏和梅花，我给他做过不同的熏，春天的时候就一起在檐下奏乐。梅花正开，那一定是很美的景象。天渐转暖，城里的乐师也会带着乐器过来，有时连舞蹈都有兴致吹上一曲。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雷祖的熏声，扑雅高远，直入云霄，让听见的人觉得自己也已经飞翔在天宇之间。这些土你想带点回去吗？新年之月再不会想起，已经没有让我亲手给他做熏的人了。这里，他说行至此处，忽然心有所感。虽然前路还很漫长，但十分期待回到人界跟家人团聚的一天。小叔叔果然来了魔域，还有朋友跟他一起旅行的样子。他们能够在魔域行走，他的朋友大概不是人族。这些字迹也不像近期留下的，他应该早就离开了这儿。不管怎样，小叔叔平安无事就好。回去以后我要告诉爷爷还有其他人，他们一定很开心。
鹿群，只是幻象罢了。鼎湖草木有灵，便可以记忆前尘。这种还有个说法，叫做意念幻成。我知道，在西陵虽然不能亲眼看见，但我可以感觉到城中的那些幻影。也不晓得阿玄后来怎样了，他们有没有好好照顾他？阿玄是谁？我的鹿，从狼嘴里救下来的小崽子，带在身边养大了。听说如果无病无灾的话，玄鹿可是能活到千岁。阿玄那么英俊，想来定会多子多孙嘛。传说中的黑鹿意味着长寿吉祥，原来真的有啊。近来魔族异变，受伤的辟邪比往日里要多，所以伤药也用得特别快。